然后呢？你选择你的食材，这就是你今天年夜饭的菜了。嗯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那大白菜，我一个都用不到啊，我啥都不会做。我可以端盘子吗？你选上了可以端走。你手往前放，我给你摸第一个，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旁边后面就是有一个。
遇到了。哎，别别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怎么在这烤烧烤呢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你播三我播。孙大学，你别动，没事，你往前走，你往前走。我就要干那个。料理起来会简单一些，怎么弄东西？这东西别让你摸这些，我那
涛了吗？啊，没，下一位葡萄好吗？我以为我们也会，还真的在线卖吗？还活着的，你看。那我们会不会应该会上到他？有可能会卷福运，他没力气了。山的，知道，欢迎来到食材，对不起，天地食材食材馆，你可以在里面触摸你想要购买你想要的任何食材，比如说你面前的这只龙虾，3000块钱。再见了，妈妈，尽管我就要远航，别离开我，担心我又哭了，会出轨的结果。这不是冬瓜，黄瓜，黄瓜有这么大吗？
瓜，这是丝瓜，是丝瓜，是黄瓜，这怎么可能是丝瓜呀，大哥？瓜，不可能，可以掰吗？丝瓜是黄瓜，可以掰，那还绝对是可以掰一盘，什么样的？什么有毛呀？哪有毛啊？给你看一下，碰一下，你可以试一下，没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它不是活的，不是活的。你试一下啊，轻轻的，轻轻碰啊，小心啊，别这样。啊，是黄瓜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黄瓜。就是黄瓜呀，哎，轻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来来，我先生，我先生。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有机生物。你要不要再试一下？我知道。再尝试一下。不是了。它是什么东西吗？它活的吗？哪个的手？菜叶子，这绝对是菜叶子。牛啊，菜叶子，刚刚碰了我一下。这不是吗？这是松蒜，你可以往这边走，这边还有别的东西，你要试一下。蒜吗？来，这个摸一摸，绝对没有危险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还可以闻一闻。我说话你要相信我。我这什么事啊？你闻一下。哇，好臭，腊肉吧？哎呦，哎呦，你还真是厉害呀，小伙。来，哎，这东西再摸一摸，绝对没有危险，确定吗？哇，还在烂了一个，没有危险，不能摔烂。鸡蛋吗？哎呀，太 easy 了！哎呀，我不会了！太 easy 了！哎呀，根本没难度，我需要猜吗？是。来，还有这个，绝对没有危险。你是吃啥？南瓜？不是，挺大的，挺大的。这个应该可以试吧？我试感觉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我确实不知道，可以凉拌一下，你可以把它拉一下。他有苹果啊，有神话说他给曾经用这个给哪吒塑造过的神，就是这个菜吧，说的不好，莲花三丑莲藕，莲藕是藕啊，怎么的没了是吧？还有一些别的，你们还有个这个，我来现在这个摸一摸，你就是从里面挑食材吗？蒜吗？不是蒜儿，神之意，蒜也很。哦、这什么肉？这肉，这肉。对，这个绝对蒜苗吧？是蒜苗啊，小菜。小菜是啥？兄弟们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菜。我猜对的是所有都拿走。这个挑。这还是包包呗，包包呗。太简单了，我就猜这些。好了，你可以全部做了。还有一个都猜对了，第二什么样什么都得做啊，就是你都猜对了，所有东西你全猜对了，你全都得做。兄弟们，是我的黄瓜大杂烩吧？哇耶！哟，好，老师们，我们现在这是大家年夜饭的食材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趴，这个年夜饭不用大家自己做，就是你可以找今天在这个里的任何一个。喂，兵哥。兵哥，那我先叫大海。大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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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海。今天我们开拳，让我去来决定这个你们去邀请你们厨师的机会。让我先吧，大哥们，我先。我先回答个问题。好，剪刀布。虾，你会杀吗？啥杀？剪脑壳吗？把这头剪了就行了。算了，算了，把你留给他们。对。怎么样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，你来当我的助手。好的，可以。合伙成功。下一个。
阿姨。哼，你肯定的，你有重要任务。哎，没事，秦哥你不用懂。你只需要在那儿看着我就行。你做什么？我做鱼和茄子。鱼？我会做吗？是吗？我能帮你打下手吗？可以。OK。小人，你好烂呀、啊！你会做饭，你来叫兵哥。我们俩在石头剪刀布，我可以跟着马哥吗？可以跟我来吗？兵哥，啊，兵哥，你愿意？你当兵行啊？现在，兵哥，你当兵行？我也不愿当兵哥。我的兵哥，我上海哥了。兵哥呢？兵哥，兵哥呢？兵哥被藏起来了。兵哥，兵神。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，海哥屋里。没事儿。好。我去找个人女扮男装。实在不行叫新哥了，我给你。找他。到时候给你做面条。可以啊。要加盐不？我给你帮你舀点盐。听懂吗？相信兵哥还没有被选。我一个，截止目前被选的他，小新还有兵哥三个人。待不住了，他还会做饭。对啊，你那你是什么戏？你会做饭吗？怎么会？来吧，我的厨师。来，他们做饭。你愿意守护我做饭？得了，就是一个鹌鹑蛋，还有一个虾。我们两个一起做，再说嘛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你要不然叛变吧？他吓尿嘞！来尿枪，还要放尿？对，放尿啊，就是水枪。尿还是尿？尿尿，就是你以为的那个尿。他妈水枪会骚，用谁？会骚，那用谁的呀？就是要用胸脉的吗？尿哦，不是，是用那个筷子那么哗哗哗进去，然后疏通一下管道，然后就那个尿就流下来了。不要说那么清楚哦，流不下来尿啊！截止目前，截止目前，新哥一名，海哥，来吧，文哥。我也肯定不能找新哥这样，让我们做饭，加油！你会做饭呀？七哥，会做饭吗？不会，没关系，不要会就行。我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一级厨师。好，你呢？七哥，你这个不用选都可以讲。你选了谁？我七哥。对，七哥非常帅。什么东西呢？七哥以前是干阿姨厨师的，米其林餐厅。鸡翅还要学啊？学。鸡蛋需要吗？我可以打鸡蛋，我来切两个。这切不到，切不开了。别偷懒哦。拿盘子啊。
我来拿。哎，没有盘子啊？有盘子。我这里面拿盘子，给他发给我。等一天。我都这样，免得第一次发上过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们地方就行了。我肯定知道啊。Have a little faith from the pain. 哇！来这香水，你先说。这么鲜美。水在哪烧啊？不加料是吗？啊、哦，就站着吃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让我尝一尝。放哪儿啊？上桌了。哇，香喷喷。我都搞定了，我做完了。搞定了，搞定了。好吓人。那就让我来翻两下吧。
然后进这个料，还有这个沙，这个沙可谓是最大难度了，放入凉了吧，这个虾有个技术含量吗？有啊，把水烧开就是，烧不开就煮不熟。别吃那咸子，直接吃那肉。哇哇，吓死我！这龙虾太好看了吧？真的太有卖相了吧？我也觉得真的。这个我能吃一个吗？我要吃。我想试一下。你吃，我直接给它掰开。哎，真的，我本来想给你蒸吃。咸子不会是生的吧？不是，熟的，但是我看是没味儿。我只焯一下水。怎么弄啊？就拿走啊！我这咸子没拿走啊？不会吃啊？我就吃不下去。咸子掰开就行了，拿走。我就给你吃咸子，剩下的肉就好了。哇，这真的好看。取一个吉利的名字吧，吉祥如意。这个名字叫什么？我来想一个名字哈。好，想一个炸裂一点。OK。啊，就叫它年年有余，怎么样？年年有余可以。好，年年有余可以。挺好。这个茄子叫什么呢？茄子叫。茄子叫。齐。旗开得胜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斜开得手，好，来，小宋，钵钵鸡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怎么选。钵钵鸡，先钵钵鸡。好，我们来点。是为难我啊？我什么都有，很满不满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哇，什么都有。那生蚝呢？生蚝跟我没关系了。生蚝，豪气冲天。好。请问这怎么说呀？这个是打气加油。然后点儿，机心高照，哦，有点技术含量了啊！我这个腊肉怎么取啊？腊肉白菜，我这个虾怎么取啊？还一个个想吗？那龙虾怎么取啊？龙生虎跃，龙生虎跃，腊肉可以，腊肉，腊肉，黄瓜我也不好取啊，像黄瓜有什么可取的？瓜。叫他顶呱呱，可以。好，这个叫顶呱呱，好。好，我菜叫这个就叫烤了都会，虾蒙都对。挺好。你在说你自己吗？谢谢你。那我需要祝你吗？你也祝我吗？我以为不用祝你了。这菜咋取啊？哪个菜啊？这个菜啊，白头偕老。为什么叫白头偕老吗？有含义吗？因为要跟身边的人白头偕老。哇哦，可以，那就白头偕老吧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我的鹌鹑蛋。鹌鹑蛋，请拿一份。好。刚好，关汤，洗完汤可以。OK， 对。刚吃完了是吧？对，吃完了。真的假的？可别，大哥，我赶紧跑了一会儿。
我是真不能收红包的，对吧？我真不能收，真不能收，真不。来啊，每个人拿一个，帮江哥和丁哥拿一个。金额都一样吧？是一样，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你，哎呀，我这儿也没有。幺幺二三，你先123元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么豪啊！哇！真的啊！我这是个坏子。1123元。简单的话我厌，我感觉你别这样搞我。哇哇哇哇哇！干嘛？哇哦，真的1123，但是啥1123？就是加湿器。OK， 我赚了呀！再拿一个吧。先拿个这个，四点就四点，两口拿就拿四点。哇，张哥真的，我来，我给张哥抢了，好了，哪个哪个？这个，我这这太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六番。小家电，谢谢惠顾。火锅用餐券报销2次卡。这是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这就是、这就真就是明天都给我饿着。哪个好？吃火锅。好。啊，好、那个，那家店。好、啊。好、啊。啊这就在明啊，就明天是吧？他们也知道不来不来不来。开要不要开张哥的？我觉得说的很适合张哥。把张哥视频放在旁边。好。什么？驾校报名，学费报销。哇！我跟你说，今年你们挺好，真的挺好的，说实话。我给张哥说的豪气。你说应该给他使用一些。张哥这个是最贵的吧？还有一个，这是他一个。这是丁哥的。
哎呦，张哥，啊啊啊！你在干嘛？啊，大哥，回应我。我现在我收到了，张哥，我收到了。大哥亲我，大哥太恶心了。张哥，北店那边所有人都听到你在干嘛？对，张哥，北店那边所有人都知道你在亲丁哥。没错没错。哎，你可以去学驾照了。哎，但是，但丁哥知道他现在，但丁哥知道他的红包抽到是什么东西吗？他抽到了3000块，超级大奖，丁哥你抽到了。丁哥，你抽了大红包。不是，你看看我这个最大的是赫尔这个。你在干嘛呀？你别这样。看看我这个，奖品呢大概是，比如说，主要是珠宝的，奖金2000块钱，要不然就是什么报销券2次。对，丁哥，你猜你是什么？他接不起了，你的网络不下。我现在好紧张。你那个也还好，你找个贵一点的那种驾校，几万块钱那种，你也赚。看微信的，一边看微信一边。是吧？你知道赫尔是什么吗？找飞哥买一次买找买找找飞哥买东西，就比如说他想跟我们做邻居，他直接在再买套房，飞哥付款，就是他只要同意了，我的愿望就能实现。真的收到了，真的收到了，真的有1123元。但是不是跟他说了吗？我卡没跟他打，你们又不跟他说，他都没跟他说，所以就看你自己了。所以你这个就是争取一下，争取一下，搏一搏，打车变摩托，搏一搏，这就是一个机会，好，这是哪一个？我手机不怎么看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哦，丁哥，你尽显舞姿。现在呢？再做一次。你那个，哦，再来一次。My eyes。啊！重金求一张没看过的眼睛。在现实里求。在哪儿啊？宿舍吗？我也走廊吧。对，他在走廊。走廊。张哥，你在地下吗？你在中戏的 underground 吗？在宿舍。哦，在宿舍呀。啊，你拍东西就在地下拍的。我们就是跟你们说一声，那个你们抽到的奖品是丁哥，不是啊？好，先说张哥的。张哥呢是一个驾校。驾校报销。丁哥，猜一猜你的是什么？好东西，特别好，绝对猜不到，太顶了，丁哥，我真的把我们吓到了，那个。张哥想听吗？运气太好了，真的。真的是随机抽的。真的，丁哥这个运气真的太好了，太棒了。他说你手慢了，没抢着。马哥抽的，丁哥，你这个是马哥抽的。丁哥，你这手是不是得再练练？你怎么抽的呀？我听丁哥抽你。我们都让你选左边那一个。不是，我是举起来左边跟右边的，我随便选了一个。哎，你帮我提一下呗。我这个，我来公布一下丁哥那个真正的。啥？他那个卡的真正的用途。啥？它是一张复制卡，它可以复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这个是真的卡，我这个真的用途。啥？它是一张复制卡，它可以复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。哦。就是我们大概的其实。那你可以。原来是你是小丑啊！原来是小丑竟是马哥。小丑竟是马哥自己。这是小丑。戴伊斯，好家伙，有这些，套白马衫没套上，火锅配有这些，戴，丁哥不要选那个火锅，来，给你看一个最经典的，这个好啊，你选一个，这个驾校对你来说帮助很大呀，我觉得这个是个配置，啊，张哥在对我做 wink， 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丁哥，快看，自己打什么，你选哪个？干嘛呀？哎，怎么突然镜头过来了？好吓人啊！李斯，
自己在你自己在那做微信。2020他是立马就直接发这个现实，直接来。这个是直接给的，直接给的。这个现实是真的有钱的。马哥，马哥最废。小丑竟是你自己。好的，这确实有点。小丑。好，兵哥选2022。确定吗？选这个是吧？确定吗？好，他在转啊。好，他在转了。兵哥注意收款。你怎么给你付款？你都选了。真的，你注意收款，兵哥。不，丁哥，你看，真的，你收到了，收到了，这么快，丁哥收到钱了。我感觉今年这年过的是有点水平的啊，江哥，我爱了，真的得提名今年，明年咱继续更上一层了。咱搞个工作人员德莱美吧，可以，行不行？我们工作人员德莱美。星星